由环保团体发起的海草搭公道连署，得到不少民众支持。目前累计收到将近24万份连署，距离35万的目标剩11万，有机会通过第二阶段。啊，那伫28即天，民众党嘛伫新庄参加关怀活动，同时参与海草搭的公道连署。在连署书店馆写资料，民众党秘书长贾立功甲立委罗香玲前往新庄关怀地点来参加公益关怀活动，而且嘛响应海草搭公道的连署。我认为对公民团体来讲，当然过去一直是比较边缘的，没有办法受到国内重要力量的关注。我相信今天我们到这里，就是希望回归理性的这个思辨，让公投的这个门槛达到之后，让国人来用这样的一个程序。面对重大政策的一个决定，那要破坏它很简单，很快，只要一个政策、一个决定就会破坏掉它。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也呼吁每一个民众，大家站出来。有民众知影活动，早起就拄家人赶来新庄，想要替海草搭公道连署来进行分力。根据中选会资料，海草搭公道二阶连署会伫咧3月17结束。发起公道的环保团体指出，累计到日期已经收到24万份的连署，离35万的目标仅仅剩11万。我个人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几天就达到35万的安全分数。我们的志工呢，不断地到街头去宣传，在网红开始提帮忙我们之后呢，就开始急速上升。他们自认是梗图啊，自认可以去维护他们那种开发的正当性，可是这些都是错误的资料。我就今天脸书简单几句话，你不要说谎，就不必一再的圆谎。潘中正感谢各界支持，而且指出环保团体已经替海草搭发声真侪冬，最近得到真侪网络顶端的意见领袖，啊，佮各种立场的团体的关心，让海草搭的议题叫大家注意到。所以来嘛，全力拍拼，希望伫咧期限内底通过连署的批准。记者综合报道。